休息。对，可是我自己还蛮好奇，那个手真的很酷，而且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手势，是这样，然后就是跟变魔术一样的，就是说代表手中是没有东西的。谢谢记者的访问。就因为很多人认为里面有藏一个小小的陶笛，或是有什么吹嘴之类的，其实都没有东西。但是利用像哨子的原理，吹进去，绕从上面吹进去，从下面出来，绕一圈，手会震动，就产生共鸣，又有声音。对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吹远方的东西，有些东西会震动，跟着震动也会发出声音来，所以可以传音乐，虽然很小声。好，你讲的像很简单呢。好啦，我们先那个中场休息一下，短短的几分钟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那个，可以吗？可以向你一起钻研这个手笛，可以吹让我们整个房子都震动。那个放在好吧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。